你就小心我们两个就好，好不好？反正我一直很明显在牵制他们，而且绝对是有开间谍你的，可以有间谍才本基会本有基本头基本脑。基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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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
帮你设啦。炸虫啦！其实也不一定要帮你设啊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这样子呢。我觉得繁星蛮有机会的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是波波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试试波波。可以，你可以炸他，炸他。我在炸了啦！你一直怀疑我。波波明不在那，波波明在你脚下。那是谁？我就没有，我没有装 OP 白哈。为什么这个？对啊，哦、我们现在都等波波走了才炸、啊，就没看到你在那边，波波没发光。哎呦，奥迪玛要装一下，你们奥迪玛还用披风那么帅？哦，那是1.13之前啊，拜托。哇、哦，波波好准哦。哦，我还好。啊，你要不要买披风啊？哦，我怕那样太帅了。好啦。国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国王，他一直怀疑我。嗯、欸，可是你这样有抗性哎、欸，我离婚你就没了啊。我给你放一下，没关系啊，就放着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我也走。我没射到，射到一下。他那射我就很想跟他来互射。然后就射回去了。哎呦，我这一下好痛！这是谁？这是谁？杰克，哎、欸，杰克弓超痛。到底杰克那个至少强四强五哦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你小心哦！你看到波波射，我都忍不住射了，对不起。啊！一神血，我有反应过来。哎、欸，他们那个上面有点守不住，我先等，我在帮粉鸡补了。我说我们那边他杰克的弓有点强。哎、欸，本机跑，先跑。真假？他们丢上来，他们的发光没了。发光没了，好，发光一下、啊。他们在地对攻、啊，发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我没血不带喽。我给你。不用。到底是谁？我需要回家买箭矢。哦，都有通报哦。原来一举一动都好好的表水。嗯，有感受得到。哎、欸，这我的哦。嘿，小炸弹。嘿，哦，发炸弹就好。哎、欸，就走。人家投票，马上投票。再买个金苹果。哦、他们那边也在投啊。没了。金苹果。我觉得本机，哎、欸，还是本机钱够哈。啊？要买什么？就炸虫啊！炸虫交给你啊。杰瑞。杰瑞。欸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把间谍扣在我们家是不是比较安全呐、啊？因为他打不到我，可是可以炸虫那些啊。但是我身上现在是爆炸保护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可以耶，是可以啊。把它直接扣在我们家是不是比较好？可是间谍他就可以一直去炸虫。是啦，怎么就没办法直接阻止？反正第三天嘛，我们这天投了。忍受不了间谍的时候就投他。好，我那个谁被追啊？哦，谁被追？我是想帮他，可是哦，我看到了，这边都不是波波，要确认。哎呀，是贼瑞，贼瑞，你可以去杀波波啦！可以啦，嗯、可以直接过去。刚刚吵波波有没有震惊？有。我不小心的。哎，最后这个虫。Easy， 对，合下好了，还一个，啊、我就完全没做，是挖矿，然后把全部挖出来，有矿钱全部领出来。哎、欸，那个虫虫剩一格哦，那个对方有是羊毛的，很好炸。原本想说把钱带回来，本机说什么？本机说什么？
有人电过来了，帮我把他给。那是自己人是不是？哦，自己人拍谁？自己人。有人电过来。啊。哦，啊，他没有发光。泱泱。另一个人是 Bobo， 那个是 Bobo， 叠上来是 Bobo， 杰瑞，你可以打。我来。就杰瑞可以打。不行，我发光的那个，发光那个。我知道。我们不能打到只有杰瑞可以哦，那个一射就可以把他射下去哦。杰瑞可以打 Bobo 哟。我会提醒他。啊，可惜摔了一下而已。啊？还有打很多。没关系。结束，这次很重要。两次都没投出来啊！对，第一次投哈基，第二次投本机。哇，不是，这两个人都很有做事啊！哦，拜托，我们这一队全都在做事啊！就很难抓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隐约你决定吧。我觉得巧克力怪现在还没办法，我们刚刚第二天已经投了。对啊，等最后、啊、要等到第三天十分钟才可以投。哦，所以反正你这十分钟可以做事了。好，好，因为我都没去前线，所以也只能听你们的讯息而已。你先跑，不用怕啦，他可能直接开炸喽，不用怕啦，我有爆炸保护啦，我爆炸保护啦，我不怕。耶！灵魂感谢有你，很多金苹果，你不用怕，然后等下就是饥荒了。哎、欸，中间可以去挖，他先存在里面，我要去自霸空中了。我在自霸空中，飞毛腿离开家啊！哎、欸，我的钱多少钱、哦？他们三个人上来哦，我要先看到底是谁，我知道直接炸就好了。我要去爽一下，都没有爽过。上面的有 Bobo， 右边上面、啊、其中一个是 Bobo， 后面的。我来了、啊。这我要射很准，我射到命中可以。其中 Bobo 我们可以用炸的，没错吧？对，可以用炸的。啊、我这里很不好射啊！他们几乎叠在一起，他们想要玩叠叠乐战法，用炸的，用炸的，我来了，我都可以，交给你，随便，我都可以，啊，交给你。刚刚来的是小雨，哎、欸，我口臭，我过去臭他们。好 ，OK。然后无敌，4:30，我睡哦，睡哦，注意了，不，无敌，我臭他了。然后我把小雨打下去，哎，小雨没下去，下去小雨，至少要干掉你，哎，谁？我刚刚丢出去，被抓回来了。谁？哈基丢的，哈基丢的，这是哈基丢的。不是，哈基会乱想。不是，对啊，哪有这么近？刚刚好一秒，哎呦，太好笑了吧？刚刚好哎、欸，不是，还好还好，红光没事，白痴哦、喔，怎么了？白痴间谍啊！我是啊，我是啊，我们刚刚就形成了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是那个脑鬼，我是脑鬼，干嘛、啊？小雨，小雨，可以射。波波在哪？他是睡哦。好，我去另一条，接着给你。哎呀，怎么啊？腿掉下来了，你怎么了？被你弄差点死掉。没有，我屁股给你，不是说了吗？你的屁股太大，我接不住，我掉下去。本机再叠高一点，拜托。对，谢谢。你看，都是他。本机不要再叠石头了，那玻璃不好丢，玻璃不好丢。蜜蜂。上去了，坏蜜蜂，邪恶蜜蜂，坏蜜蜂，炸你们，把你们路给炸掉。Bobo 呢 ？Bobo 呢？在哪里 ？Bobo 没看到了，可以再发光，用。我发光没了。干嘛？鹅卵石制造机啊？鼻毛，我弄到鼻毛了。哎、欸、，Bobo 看到了 ，Bobo 看到了，在那下面。我在炸他，我在炸他。啊？哇？跑进去了。隐约，你这样不行哦。怎么了？你才不行！我没有动它，我动虫而已。不行，鼻毛好难。我鼻毛等一下叠过去好了。他在那个、哦。有。是宝宝，我不能。我要退路，尴尬。路没了，小雨退没有退路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下去。再一次。我还有瞬移。来啊！再来一次，来。你正走了吗？还没。太高了，哦，不到了。想去打鼻毛，先别炸哦。
你要打鼻毛是哦啊！波波想要射我，我知道我射了，我射了，我射了。他还是那个、哦、中毒箭矢哦。我射了他，我射了他了。好好好，你超硬哎、欸！丢我！我好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我试试看，多硬啊！你还跑？炸不痛啦，你不用跑了啦。我有爆炸保护啊。波波厉害，哇！波波快射，波波半血，波波半血，射哦射哦射哦。那个在叠的那个是我可以射吗？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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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波波跑进去的那个，波波是后面那个，所以你不能。后面那杰克吧。哎、欸，对，杰克。有人想射我，他剑子太软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我送回来，我送回来，我送回来。咦，射了他了。波波，刚看鼻毛是不见了，还是还有？不见了，刚没看到。不见了，不见了。注意哦。可是。我没有重生，所以应该是还有。底下吧，底下。他直接从二楼开。他自己很开心哦。直接从二楼开丢了。因为我在这边，他们射不到我啊，直接就。啊、你们两个。哎呦！又扣一次钱。那个我没有钱了，所以我把爆炸兵给保护起来了。好。哈哈，你这里也太高了吧！他们见识到我这边会直接嗯下去、啊。我竟然是顺到你这里来，我的天！他们在弄我，哦、下去下去，耶、yeah! 啊！看不到路，看不到路。啊！我们家光很好发现，带雨帽。二楼。你不能从这个楼上过来啦。要买爆炸兵的话，再跟我说一下。哦，好哇！我可以去对方家买啊。怎么？哦，那我买一下，我买一下。有。我买完了，买完了。哎、欸欸，我吃到包包了，我吃到包包了，吃到包包了，看不到。啊，好好，给他回血，给他回血。啊，回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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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你炸弹炸了啊！洋洋，哇，你说什么？嗯、啊，反正你通话要回去他们那里也可以啊。我没差，这样你们可以更好的沟通。没差、啊，那个波波现在在那个家里哦。有，我看到在杰克后面那个墙、他气瓢射歪哦。要从我们左侧进上来了。哇、哎哦，金苹果！欸、你们在我附近吗？我在你附近，在对面。怎么了？我在想，我想冲锋一波。他血、他掉下来。哦，哪一个能射啊？没有，我们那边现在塔顶上都能射，波波在底下。对、哦，好，太好太好了。底下的是波波，塔顶上都能射。其实我这边也不太能过去。杰克的那个是强力式的。哦，想射我好软哦！你说波波软哦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杰克比较软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要射过来就软软的啊！射过来就软软的，体会到了，有体会过，体验过，体会过，体会过。哎呦，是哟，我盾要爆了、欸。然后你在炸我们的啊！我冲没啦！哎呀，所以我们还是重生一点点。对，我们重被炸掉了。我看到那个玻璃。好，那我等一下从下面过去好了。繁星，你干嘛、啊？繁星，我怎么了啦？家里在爆炸。不是我炸的啦。小玉应该是小玉吧？哦、小玉刚刚在附近。啊！波波半血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没事。被炸掉了。哎、欸，波波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我想把他星星火焰耗光。你们冲锋一波，我看到小雨了啦。最下面的是谁呀、啊？看不到。波波还有金苹果啊！波波还有金苹果，我想先把他耗光。谁是谁？我不能乱。应该可以，可以。波波都在底下，波波都在底下，波波在底下。OK OK OK， 好难丢、哦。可以用个发光比较明显一点。我在最高处看不到，发光也看不到，发光更看不到那个脸，有没有？对，你笑死。亮亮的。小雨，那个，这个小雨，那个是锁链装的小雨。嗯，对，锁链装小雨。杰克在二楼。我从底下过去，我没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我看到玻璃，我看到玻璃了。那个波波，我看到波波，我可以抽他，我可以抽他。哎、欸，我抽你。
哦，好，挖下去了。哦，不行，他们有其他人。哇，我还听到力量的声音。船长了。这个是小雨吧？谁？蓝色是谁？中了。啊！被打掉了。没钱了。你可以跟音乐提款。我有很多钱。有那个。哇！啊！可恶，刚刚那波波波，我把波波瞬移逼掉了。喂！谁？你们坏人，来啊！爆炸起来！呜呼哈哈哈哈！炸超高，继续炸！哇，这是不是有点近啊？哎呦，居然都还活着，波波在很角落。哎，他们全部来追我。我被打出去了，没杀。哎，我刚好瞬移好了。差十分，我在尽力了，队友加油！哦，对啊，我们这要啊，哇，我们要多杀一点人吧，不然他们能跟着。嗯，从队友不要炸我，队友。天兔子，哎，你们有钱啊！啊！队友，我的弓掉了，是啊，国王，你忘了我吗？我忘了你是谁。国王，你越加油，你越小心。国王，啊，是呀，真叫是呀。掉了，有可能消失啊，有可能。对啊，可能消失喷掉了。他们好像守着那玻璃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上面去。放心，你可以回家了。你确定要这样回去吗？拉回去，不然要一直守窗，其实也蛮麻烦的。可以，一跳。我打玻璃。好了，反击回去了。我可以死，这没啥。我不要，我再炸一下。回去，等一下，没有空。回去啊！不可以。妈呀，有没有人单挑？那个虫的那个 OK 了，可以继续。我不行，我在努力了。有，我感受到你后来的努力。你炸我们家也炸很凶。我要演啊。你怎么被抓到了？你演得很好啊！就后面就二选一啊，巧克力在前面，我就只能在这里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第一天超好笑。我是没按到。我们发投票，然后波波直接结束。没有，我想说，哦，难怪打问号问号哦。对啊，我不是可以投票，他以为他可以投，然后我想为什么没跑出来？小飞的弟弟哦，嗯，没有发光了，我去买发光呗。对，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要不要钱弄一弄，然后赶快去炸个几条虫。我们可以去一起。对啊，等一下去挖点。我们空桥又有人哦，空桥又有人哦。又来了、哦。左侧空桥。哇，小雨那边可以吗？我无敌还在。底下有人哦。就巧克力。好。他快死了，他剩一点点血而已。你们看看要不要下来围他？我拿弓对他，所以我要保护我们的巨虫。有人有弓吗？帮我打那个楼上的杰瑞。拉屁股，拉屁股！我吸引他注意，你打他。好呀，耶、yeah ！赞哦！来分你一颗。谢谢！战利品！把他掉的赞。赶快来、他们又开始，他们要全部来了！这样来不及赚钱。来什么？哦。他们来炸虫虫了，反而我被炸到。我要拿着哈基的弓刀出射，反正他是无限弓。哦，所以是在你身上，我们也有意思。他刚死掉，掉在地上。好哦，然后就捡到。哎、欸，那个我没方块啦。繁星来，你在哪儿？我在三楼、嗯。哎呦，给你，我只有一组。你的箱子站最高的那个也太麻烦了。哎、欸，被炸光了。因为应该是有一个站超级无敌高的。你可以剩个什么？你有看到？哦，我看到了，剩那个眼睛。很好，好强哦！这样很好。哎、欸，就是剩那个须须了。剩须须是最好的，因为那太难炸了。对。他们三边一射真的是很难打。火车两。光在右边。光在右边天桥那个，他防炸、哦，他超防炸的哦。嗯，全身爆炸保护。因为只有繁星可以打他。哎呦，所以他刚才站在虫上面是不是？我刚刚在那边看到，然后想怎么他们的国王站在虫上是这样？
因为他知道其他人都只能炸他，所以就哦，对，又射到他。我们突然觉得我们又没希望了。只有间谍可以打他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其他人只能炸。那我也不能射他，我只是射到一下，哎，又弹在那边。对啊，啊，这样怎么办？就繁星就很问号啊，不可能啦，打不赢啊。那时候他在附魔的时候，还是繁星给你攻啊，反正你可以打他，也是可以啊。对啊，让我攻给你，这无限攻给你，真的。不然就是我们光过去啊，过去炸虫。还可以啊，反正他们也不能打，反正对啊，反正不能对你干嘛？那钱给你，然后你买 TNT 或手榴弹，对，帮你买一买。好啊，来啊。那我要想个办法。黄金弟弟的，我在一楼。你在一楼，好，我把弓给这把给，啊，箭矢给你。我有，这我有。好。我先想，我们要先想辦法。你射爆他，你就一直盯他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右边。右上面，右边上面天桥。右边天桥那个。要注意 Jerry。我们先想个。不，我放上面箱子给你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过去啊。我们哦好。那个啊，要那个啊。只要他们可能会要打我们哦。我们会被打。只是对啊，可是你会被打。我先，我们要先想个办法，要怎么过去，你知道吗？看一下哦。嗯。可是其实你可以直接过啊，反正他晚上了哦，剩300秒了哦。对，要抓现在啊，马上立刻。走啊走啊走啊！你们要垫脚石吗？应该还好。好。我现在全部都换一换，我全部换一换，箱子里面的我全部换。哦耶！有没有？横向你的弓还在吗？在啊。对。小飘要丢手榴弹，他跑，他跑，他跑，他想跑了。你在蹲啥鬼啊？没有，他在射我。啊，我上一箭，不是只有杰瑞可以射，是吧？老鬼的，我想说谁弄的？那这个，我们可以冲了吗？可以啊，现在啊，现在马上，不然等下时间就要没了。对啊，走走走，巧克力掉下来，巧克力掉下来。他们掉装备 ，OK OK OK， 没关系，我们先往前。我先在那边看。干嘛？弓喷出来，弓喷出来。我没装备啊。哦。我们都没装备，我们都没装备。哦，灵魂交换。哎，波波。哎，我在这。波波，跳虚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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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往外面跳。现在立刻，马上。啊，来不及了。我好像来不及。我有那个，哇，我好高，不好高，不好高。所以才叫你赶快跳虚空啊。来不及了啦，刚犹豫了，因为他全身爆炸保护，你想炸他没有用。嗯，对啊，就算有的话，他还放无敌也没有用。哎、欸，等下，我像来错家了，哪边才是我们家、啊？我们这边就回来，回来，对对对，你走这边对。小林，我来杀你，有没有无敌？有，我有。杰瑞在哪？杰瑞在哪？无敌吃了，赶快下来。那是那个伯伯。我看到了，杰瑞在左边。别来射我了。你们过去炸了吗？我在这边没有啊，你们炸的了啊？因为巧克力在这边，可能要真的应该要波波来才行。哦，啊！我靠！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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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那边吃东西，赶紧再回去。放屁啊！垃圾军火管制哎！我天哪！哎、欸，如果没有军火管制，搞不好还有机会。应该还可以再炸个两只。硬要我们玩的概念，我给你们一点钱好了。走，我们去炸。小雨，嗨，不要，我想说你们多买一点。我是要先去看一下太。别回去哦，只会走回去了。我看到没有？我怎么记得那时候说第三天没办法投票啊？就是还是我就回来了。嗯，知道。其实我听不太懂今天的规则。对啊，所以我就很不敢去乱来，就只能炸虫啊。对。所以今天才子愁有没有？嗯。哇，这边好可怕。哎，这样你炸得到什么鬼啊？这是谁？是洗袜。有一个人顺走了。上面那个顺走了，不要跑去了。嗯。可是我不想做什么，我只想要走过去把他们的房子炸掉。偷偷摸摸啊！
你。哎呦，不是掉。他们剩一个箱子。